拄着拐杖搀扶下缓步走，内心却急着。我想你，就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魂。上林是我华府民兵，我今年90岁。祝福上林身体健康，吃百里愈来愈好。想对师父说的话，有草稿更有惊喜。摩摩塔罗桑，摩摩塔罗桑，我可惜你只给的提米浪我。儿时日语歌句句没忘，逗得大家好开心。近来却开始出现记忆退失。你敢问我啥人？啥人？上林。他就真好，啊，不过安尼头壳拢袂记，什么代志拢袂记去啊。做环保行动自如，其实早在2年多前，因为跌倒动了3次手术，轮椅坐了2年，今年才恢复健康。受伤他都不能坐，整天在那边，就是等于是没办法出去啊，那也没办法动啊。然后他一直想说赶快好起来。今麦做环保，哎，以前来做生活嘛袂记啊。伊敢会来才较快乐。所以都足感恩的，有这个环保场吼，哦，阮敢那一个养老院咧。你今麦几岁啊？65。宝清阿嬷环保资历超过20年，今年7月更因为做环保救了一命。这次七月份的时候，在环保场，我嘛是正常来，按做差不多8-9点的时候，突然间唔在人去。不是做忝，是家在伫环保站，啊无分倒吼，厝里拢无人。因为有那个什么主动脉狭窄，啊，那气打不上来吼，就大概都有讲。3年前嘛3遍，有迄个心愿，讲我绝对要来好好做，要来困疗房，唔爱去困病房。我这回啊，我若无把握时间，那时间得要到。这种祝福啦，那结好缘啦，一直甲恁讲哦，师父家己自我感恩，感恩我的过去生的过去生，我真正结真侪好缘。感恩感恩。师徒缘，生生世世结好缘，一起携手共行。台视新闻萧志杰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